平川说人静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零呱呱的非主流对抗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CH 隐秘之丘，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ID 零呱呱，阳关兽族啊。本场对抗没有用其他整族整活，他选择用兽族来整。那他的对手呢，我们看一下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红色的人族，哎，看建筑学，这个人族肯定很厉害。你说平川怎么看出来的？嘿，这是个秘密。大家，你们觉得这人族厉害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。人族这边首发的是大法师，这个英雄也是中规中矩，是吧？高手都用常规战术，是不是？好，看一下林呱呱选择的是牛头，老牛又要闹牛金矿了啊！这一局林呱呱，我们看看能否闹得开心，闹得快乐。小心翻车啊！对手的建筑学感觉实力不差，是吧？尤其是 APM 啊，标的了300多，嘿，其实我是看 APM 看出来的。好，看一下啊，人族大法师，看看这个人族会不会打这个牛头闹牛金矿的战术。来来来，开局的话，双方还是按各自的想法正常走。人族上来是开矿呢还是练级？好，目前还是开矿。大法师一出来非常兴奋啊，民兵兄弟们走来了，433开局一个裂。牛头是这出来的有点早，小弟还没出来呢。好，等会小弟来了来了，这一个人去练级太孤单，是吧？来了啊，一起练。好，富特曼侦查，前期侦查一下，一看嘿，给我整活是吧？那我们看一下看见老牛怎么打。大法师加五的攻击之爪，现在富特曼的话蹭一蹭摸一摸，趁机嘿混水摸鱼啊，占点小便宜，看看能不能抢一个怪，挣点经验值。哎，但是不能过于深入啊，蹭两下就好了，再进去对手估计不让你走了。好，这里再掉一个什么装备，彪打了一个也是加五的攻爪啊，双方都是加五攻爪。好，人族选择的是开矿，嘿，看见你牛头练级练这么慢，我还是开个矿等你来。大法师到三级之后啊，就可以压制牛头的等级了。这张地图老牛练级并没有任何的一个优势啊，不像 TS 可以疯狂的勾闪电盾。那这张地图老牛只能够中规中矩，慢慢的磨，慢慢的练，没有放战争模仿，也就没有猎头，没有猎头的话呢，大技出的还是比较慢的啊。好，人族分矿一练，嘿，现在就2.6级啊，对手才1.8，这边赶紧练到三，练到三的话，林呱呱可能会被压制的抬不起头啊。来来来，大技的数量赶紧来啊，5级慢慢练啊，3个大技的，现在可以练分矿了。人族你看这练得有多快啊，练着练着大法师就过去了，就是争分夺秒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尤其是对于魔兽争霸这个游戏来说，哎呀，怎么差一丢丢经验值啊，一丢丢经验值能不能去蹭一下对手。现在人族一看牛头现在等级刚刚到2，还可以继续压制一下，千万不能让他到3。三级牛头2级冲击波战斗能力非常的强。好，压制牛头首先买一个鞋子啊，有鞋子跑得快。哎，林呱呱刚好要练分矿了，好，对手要抓过来，哎呀，丢失了视野，丢失视野的话，那我就拆你的主矿吧，拆一下二本建筑。大法师现在差4件经验值，能不能杀个小苦工，给我4件经验值到3级，三级之后大法师抬头熊熊啊。好，拆完一个建，打退一个建造中的地洞之后来抓一下。那林呱呱一看对手给我抓了，赶紧走，大法师是有鞋子的，要不练个怪，练个怪，练到3级。现在牛头是买了个鞋啊，跑得快，本来有光环啊，再买个鞋，那大法师的话是追不上他了。牛头1级冲击波，可惜。好，大技的话就泡个温泉。大法师，鞋子、头环都有了。鞋子、头环，这边是鞋子，这还有隐身。好，人族这一局打得很聪明啊。你去练级我就不让你练，是吧？你去很远的地方练，那我就来你家。好，大法师金光一闪到3级了，3级之后2级大水源，嘿，消耗一下牛头。现在怎么办？福特曼的话过来不让你大级泡温泉，然后大法师的话压制你的牛头的等级，反补不给你经验值，牛头逆向到3门也没有。好，这个人族确实很会玩啊，看见首发牛头就是压制你的等级，不让你等级起来，这牛头没有等级优势，玩冲击波会非常的难玩。哦，这边单传了，家里是吧？
有志者还是要去外面打拼啊，在家里的话没有前途。好，林呱呱一波移形换位过来，把这个点给练完到三。好，上面还有一个敏捷加三，刚才人组是双剑，把这个点练完啊，蹭到了三级。大法师待在林呱呱家里他不走了，赶紧升城防啊，二本升好，赶紧升城防，这家里城防不升，后面骚扰起来很难受。牛头现在差多少经验值啊？哎呀，刚好这个海龟被打掉了，这个海龟是没打掉的话，牛头可以到三。那现在牛头二级不得不上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够硬着头皮播了，低级播也要播。家里的话看看城防好，马上升好，升好之后小口工就没有那么累了啊。人族会玩，那这边牛头确实也是很难受啊，到了三级，三级之后已经没有蓝了。大二师回家一下，塔暂时还没有好，多好几根塔，牛头的话就没有那么嚣张了。大法师现在有二级大水源，打大技非常的凶，这里有没有条件卡个位置把它给卡住啊，把牛头逼到里面去，那牛头别怕，只能够交个回城。这一波的话哎，能不能围住，不大技皮糙肉厚啊，打富特曼还是有小有优势。好，林呱呱操作很细，残血的都拉开来，想修我的兵没也没有，两个人三级就开始大打出手了。牛头嘿，还有一个隐身斗篷，这东西好吧，哼，平川川吹了好几年了啊，这装备确实好。嘿，牛头突然又出来把这个塔给 A 掉了，怎么办，要去买个粉，没有粉的话这天亮了他也能隐身。好，牛头单船走，哦哦，这也能单船成功吗？哼，艺高人胆大啊，极低血，但凡一个副特曼 A 出来你就倒了啊。好，林呱呱二本之后放的是双兽蓝，他感觉这个人族会玩啊，会玩的话要赶紧出狼骑或者是出自爆。牛头现在并没有等级优势，是吧？你刚回去，大法师又抓过来了。哎，牛头有血有光环，大法师追不到。好，追不到，我就过来把你家里残血的兵给打一下。哎，大吉跑了。哎呀，那这一波要不就拆一下？啊，第一时间还是想杀对方残血的兵，然后牛头过来回防一下，吸引一下注意力。咦，又把一个大吉的血药膏给打断。好，现在人族很聪明，把战线拉到兽族家里去。干扰兽族的经济，同时呢也能保自己的分矿平安。好，玩得很开心，二本也已经好了。那这样下去的话，人族二本男女巫一出，破法一出，林呱呱感觉要走远了，怎么办？林呱呱好，赶紧，林呱呱早早就二本升好了啊，但是呢二本建筑一直很难放下去，后面修地洞花了很多钱。这边人族双矿在手，二本都已经好了，林呱呱完全没有科技优势了啊。好，这边大法师继续追杀这个残血的大技，来来来，两个残血的大技，你这边不能去练级，被压在家里啊，赶紧出点自爆，看看自爆能不能浑水摸鱼啊，给自己的战线稍微的搞点优势出来啊。终于把这边的，哎呀，福特曼又被反补了一下，自己的大技要被点掉。自爆的话虽然说你有空中优势，但是输出有点低啊。大法师赖在你家里不走了，林呱呱这一局玩得有点郁闷啊，打了半天自己等级没有起来，被对手压在家里，关键对手是双矿打你单矿，怎么办？又开始转自爆了。喂，有一个波，血法师又来了，血法师又是克制牛头的，难道这一局我们能看见大快人心，尤其是牛头大快人心啊，更加的 double 大快人心。牛头身上有没有蓝瓶？没有啊。这边的话血法师呵，二级大水源一招，好，牛头过来了，又林呱呱还是先把这个点给练完吧。这个点的话自爆 biu biu 可以的，两个自爆葵穴加六到手，两个自爆 biu biu， 这个是什么？大法师之剑，四个自爆，两个六级红龙拿到。这边单传过来跑得贼快啊，好，经验值瞬间从三级飙到了四级，牛头现在要抓紧时间把等级给提上去了。家里的话好，开始出狼骑，狼骑跑家，嗯，这一局只能跑家啊，对手玩的也是非常的溜。好，林呱呱的话百忙当中四个自爆，终于把牛头提到了四级。那四级牛头之后不一样了啊，有个二级的一个光环，跑得快一点，再练一个点位马上到五级了。你看这边双线在练啊，就是为了不计一切代价到五级。五级之后三级冲击波，那人族已经开始爆兵了啊，人族双矿在手，疯狂爆兵。这边的话有没有转点破法呀？哎，还是男女巫。那男女巫的话林呱呱还是有机会啊，这对手要是转破法那是真的机会很少。好，
这边的话男牛一出，牛德还可以拼一下正面，牛德后面整到五级是吧，就贼舒服了，有回二戒指，有大法师之戒，这个牛头还是比较扎实的。二本科技，买不了迷你基地啊，所以小农民慢慢去开，同时呢给对手一点压力。这个血法师嘿，看起来有点吓人啊。好，一看，身上的话有一个幻象权杖，懂了，这是假的。那人族分矿建筑学搞得不错，主矿建筑学也不差，这小房子造的还是整整齐齐啊。好，血法师赶紧练，练到了二级，二级之后升个西武。虚无一下，到时候是吧，抽一下你，虚无一下你，把牛头搞得很郁闷。现在林呱呱要赶紧练啊，这不练的话后面被压制很难受，对手是双矿打你单矿，刚才牛头在二级在三级被压制得很惨很惨。好，开矿被人族第一时间侦查到，哇，这个人族可太有东西了啊。大法师马上到四级，血法师有可能到三，这边林呱呱要赶紧练赶紧练，分矿的话想开被对手给发现了，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牛头赶紧到五级，五级之后才是节奏的出发点。这一局牛头被压制的也是比较久，好，大无敌到手，这边没有升好，好升好了尖刺，所以说这边拆这边建筑的时候还是个反弹伤害，两个大剑过来守一守这个分矿，小苦攻修一修。大法师的话还在外面练级，打了一个勇气勋章啊，血法师 2.7 级了，马上到三级。好，林呱呱这一波的话也是赶节奏啊，所以说牛头即便是没有到五级也要进攻，因为这是一个节奏时间点了，你要再去练五级可能来不及了。好，赶紧把对手给逼迫回来，来这一波的话对手回来之后已经有破法了啊，牛头接下来正面也不太好打啊，有破法后面拨不动，关键现在还没有到五级，好，分兵操作，这两狼骑吸引注意力，然后其余的部队再找机会是吧，徐徐而图之啊。4.8 级，到五级了，到五级了，马上到五了。哦呦，人族还升300，好，有个破法把他给怼了。人族升300，你不会想转荣膺施救吧？来，人族有可能是想升300转骑士，骑士硬碰硬。牛头现在是4.9级了，血法师回来防守一下。虚无狼骑，哎，狼骑一虚无你弄不了。好，这里个破法，打不打？啊，不敢打。人族大部队过来了，林呱呱只能跑。对手懂的啊，跑加流是吧，虚无把你给减速一下，哎，林呱呱他要选墙上啊，吸引一下注意力，为自己的这个狼骑拖一点时间，林呱开始跑了，跑起来了，飞艇买了一个，哎，炸弹人，好，遇事不决炸弹人，这里还想再买一个炸弹人，两个炸弹人，林呱呱确实唯一的机会就是快速把对方的基地给干掉，炸弹人不能上飞艇，那炸弹人就慢慢走吧，狼骑过来吸引注意力，然后炸弹人把对方的一个三本基地给扒了，来飞艇来空投空投空投，这一局林呱呱绝境当中买了两个炸弹人，好，这两个炸弹人来混水摸鱼，哎呦爆一个，再来一个炸一下，能不能炸到基地啊，炸基地吧，来比呀，全炸，好，牛头五级刚好三级冲击波，听说你在升三本基地，好，直接拆掉，这一波林呱呱两个炸弹人配合五级的牛头确实打得漂亮啊，刚才如果是吧，这个决定下的犹犹豫豫可能拆不了，拆不了人族一到三本真的是打不过，好，林呱呱这一波的话把对手三本基地给搞掉了，人族现在有点难受，虽然说你现在还有一个分矿，但是没有了科技啊，三本没有，要赶紧吧，二本兵赶紧继续爆，林呱呱的话分矿也是开的有点难啊，对手疯狂的骚扰，牛头在家的话不敢久留，来上来就赶紧出门啊，被晃速了，跑得真慢啊，还是牛头跑得快，两个人第一时间冲向对手的一个分矿，大法师没有 TP， 牛头也没有 TP 啊，两个人打的都是非常极限啊，牛头先等一等看看对手在不在家，不在，好的，来来来，牛头阿斗给第一时间还是先播这个圣塔，来牛头等一下再来一个波，哇，农民在修，好，站好位置，阿斗给你劈啊，这一个波六七个全中，那接下来一个波小农民你就要倒下一片了啊，来来来，牛头好来了，来阿斗给你劈啊，可以，血法师回来了，血法师大法师回来了，那这一波人族是跑回来的，咦，林呱呱打得很谨慎啊，看见对手回来就直接跑，没有硬上，确实自己刚刚打回来一丢丢啊，千万不能送掉啊，牛头胆船，哎，你以为我回去了，其实我是调虎离山，胆船回来继续把农民给清理干净，
这一波牛头的话，今年值直接从五级刷到5.8了，再杀一两个单位马上到六级之后牛头就杀疯了啊。好，五级牛头之后节奏就来了，这一局林呱呱的五级牛头玩的还是漂亮啊，买了个回城又可以过去怼一下了，蓝屏吃掉，你以为我走了，我又可以杀个回马枪。好，牛头现在这个狼骑一看对手不追了，那肯定是回去了。人族说我不可能上你两次当啊，确实人族就回去守了，那牛头也没有盲目进攻，既然你守了，那我等一会儿再进攻啊。好，林呱呱的分矿也即将开出来，刚才确实非常危难啊，大劣势，通过两个炸弹人把局势给扳了回来，不容易。那现在呢，赶紧把自己的分矿给稳住啊。人族现在不太敢出门，这一个矿要再丢这真没了。好，主矿重新又造好了啊。那现在林呱呱39人口，对手的话59人口，但是这个五级牛头有点难处理，我已经在外面开始造塔了啊，就是外面造好圣塔让牛头进不来，但是牛头现在直接过来了，虚无一下，但是牛头即将到六级，狼骑当着你的面来拆啊，是真没办法。好，牛头还差多少经验值，金光一闪，牛头六级了，六级之后我不怕你，来来来，弄我，不弄我是吧，那我弄你了。好，牛头直接去对手加力杀农民了，人族直接退游戏。哇，这个人是真会玩啊，他知道六只牛头已经防不住了，自己没有三本科技很难打，直接怒退游戏不给爽。我们恭喜林呱呱，这一局也是遇见了一个比较有实力的人族。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啊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